接下来这段视频呢，请谨慎观看。我不懂为什么痛，不懂为什么梦，只有眼泪在失控。你出的一句我在心，只要你不会的送过的负的笑，我们就连分手都不敢忍着装回血，送过瓶你从此不必再耍命，我从此不必再生气。我们都说人生处死无大事，但是这人生的大事却如此的潦草，竟然是在排大队当中了结。口罩火了，酒精火了，莲花清瘟火了，布洛芬火了，最后火葬场也要火一把。我突然迷茫了，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想去想了。愿逝者安息吧。